肯定是软的。后边就这一个根儿。我知道，筋膜都一根儿的。啊，哪一根？嗯，然后上面是筋脉上的，然后再上面筋盘上的，再上面是短腿。那是，你记得老太爷老姑爷了是吧？你记住你哪记住？其实挺像你讲的，申请的那时候得显，但是给皇帝挡背的。这个就最早的一个了，进你的田下不是一大俩，就是这样的，无田边的。其实这脚连啥都卖的完了，半年。也过四个月，四个月。你看。看我取的咋样？真的，我感觉这半夜，半夜长出来，半夜就长出来了，正播着呢，播过来，怎么办？水利部门以前也可以吃虫，是的，像你这退休月月可拿个三四千块，对，三四千。够了，那不够了。我最后那就查了，好气啊！你知道吗？好气啊！这个掉了，不掉了，那单位成立弄一公司了，好几啊，弄一公司。花气啊！你知道吗？那这千五元，这可以了。对呀，一个。小朋友现在要教育上的那个那啥，都工作退休，哪里都高了些。那时候教啥呀？别个初中生都管教那个小学。不过那时候有我确实属于本毕业水平高。对呀、是的。哎，人家毕业水平高，你现在只是毕业小学，现在的话，你已经大学了，二十七年前，比中专毕业生现在得大点了。喂，没有，妈都回去了。啥子？爸妈没在。我搁这外边修脚，一修完脚，妈我一会儿回去。我上完班，妈一会儿回去。砂糖，有鸡蛋砂糖那种。啥包子要吃啥包子？混的是吧？你在河北的河南的？好，知道了。河北的。咱们那时候的经济还好。知道了。你这比较困难，比较困难，你看这个经济下滑也厉害了。你别看那个过年嘛那个。以前人家学校里那单报的那点。